呢，我们会为大家隆重介绍我们 Fresh 傅雷诗的品牌代言人，工具马上就要来了，一会儿见。好的，接下来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用弹幕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Fresh 傅雷诗的品牌代言人工具，有请。来了，来了，Hello，哎呀，哟，哥又见面了呀！我们新鲜 fresh 的俊俊子来了，跟大家问个好。Hello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哇，今天你是把我们的火山茶穿戴在身上，是不是？哎，看到没？这个白色里面有点这个绿绿色，绿的感对，觉，哎，很超贴好合我看。们今天的主题啊。是的，我们也是跟 Fresh 很多次的活动都见到俊俊了啊。是。这次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，每次 Fresh 嘛，有什么新鲜的动态？最近哈，新鲜的动态，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我进组了，哎，在拍《狐妖小红娘》啊，哎，然看到后了定妆照，啊，看到定妆照，帅的嘞。看到定妆照，但那个就我头套挺多的啊，有些朋友们那个说看到定妆照，觉得我可能穿戴比较华丽，哎，但那是后期的啊，后期的，会有前很多期的的变啊，化。会有很多的变化，大家期待一下啊。哎，和这个新的人物、这个角色相处的怎么样？近段时间，很热吧？很热，最近浙江是确实挺热的啊。是。然后，我们威亚系也比较多，有时候要穿威亚。但是我觉得嘛，是吧？对，作为演员要突破自己，敢于挑战，对吧？我最近呢，大家除了看到我拍戏啊，对吧？我也还唱歌，哎，还打了个鼓。哎，但是最大的感受是我用完 Fresh 的产品之后，感觉自己变得更强韧了，哎，就是有了力量，也有了韧劲儿。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。对，对，因为这次这个新剧其实也是俊俊第一次拍这个仙侠剧，对不对？哎，是，会有一些魔法吗？这个角哦哟，这部戏真的是啊，非常开心。为什么？色。因为我们这部戏打戏就是纯靠想象啊。哦，对，我们考就是验演技。很多就是这种手势啊，因为有魔法嘛，对吧？所以有那种可以青春永驻的魔法吗？哎，青春永驻的魔法，那大家推荐大家使用我们 Fresh 的产品啦，好，火山茶精华火山了啊！茶精华。哎，说得太好了，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哈。刚刚讲对。到挑战，其实俊俊也是不断的在不同的领域，而且还在这个极限挑战里面各种挑战。哎我呦，看有晒太阳、下海、哎潜是。水。是，这期要播我的那个开，我要开赛车了，要开赛车马上，哎，非常开心所以如何在这么多的挑战当中保持一个皮肤的好状态？你自己有什么法宝？我就是跟 Fresh 合作这么久，对吧？哎，感谢 Fresh 呢，也一直送我产品啊，这个各个产品我都试过了，哎，这款我们这个火山茶精华是 Fresh 推出的新产品，我知道。哎，我做了功课的啊，它是选自毛里求斯的火山茶，对的，而且这个生存的环境啊，非常苛刻对，啊，非常强韧，有热韧劲。的、极寒的情况各种各样。对，各种各样的情况要经历不同的挑战，哎，就跟我们做演员一样啊。我在用了这个火山茶精华2周以后啊，我比大家都先用，嘿嘿，感都觉，提前2周用过了，对，感觉这个肌肤啊，真的变得更好了，感觉更有弹性，哎，更有韧劲儿，更光滑了。是而且的。我觉得非常适合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很轻薄，非常容易推开。还有就是它有一种淡淡的茶香，我很喜欢淡淡的这种香味很啊，自然的味很自道，然的味道而且确实在剧组拍戏，经常可能风吹日晒、熬啊。哎，夜，是，很适合用我们的火山茶精华。很适合用，我自己又买了，今天刚付完尾款，哈哈，真的刚你付。很懂，我看很多这个俊俊的粉丝也在网上说今天要付尾款。